高雄市文化中心今天有一场街头艺人认证活动，有学生大秀魔术，有中年大叔自组乐团，甚至还有十多岁的兄弟党也来报名，各种稀奇古怪的才艺通通出炉，带你一块来看看。口琴加吉他边吹边弹，这招可不是谁都会。OK。用喷漆随性创作，两三下功夫，超水准的宇宙行星立刻出现在眼前。This is my hobby. I really like it, and I've been doing it for 5 years already. So I think it's time for me to get my license. 争取街头艺人标章认证，敢秀爱线不能马虎。大学生只学半年，手道理已经玩得出神入化。大概半年左右，我一项技能嘛，然后就娱乐大家这样子。不止中年大叔自组乐团，还有小学生兄弟党，靠灵活双手和无穷想象力，也想来闯荡江湖。自己摆一摊，然后自己赚钱。各种才艺纷纷出笼，上百位才华洋溢的表演爱好者同场竞技，仿佛一场艺术飨宴大会串，使出浑身解数大秀才艺，成为街头艺人信心十足。民视新闻黄建宇高雄市报道。